诗篇第一篇，有福的人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好讥笑的人的座位。他喜爱的是耶和华的律法，他昼夜默诵的也是耶和华的律法。他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结果子，叶子总不枯干。他所做的一切尽都顺利，恶人却不是这样，他们好像糠皮被风吹散。因此在审判的时候，恶人必站立不住，在义人的团体中，罪人也必这样。因为耶和华看顾义人的道路，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。